噜啦嘞，噜啦噜啦嘞，哟，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身份？标配音，喂，尿尿狼，尿尿狼，是尿尿狼吗？是个全替溜了，尿尿狼吗？猴哥，对，首一波尿尿狼，尿尿去了吧？有可能他没有尿，他有可能坐在电脑屏幕前看着我们两个。先发言，这把我复活在锅炉房，我就直接说案发现场吧。我跟小文、修可爱还有周姐他们一起过去的时候，看到雕的一站在这个鸡腿上面。来，我希望我跟你说，兄弟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有可能雕的一在玩一个狠心的东西，狼刀掉人，搁那儿守着呢，装警长。要记住，看他发言过。谁？哼。我就只能跟你们说，周周没开刀，他跟我在这个地图的最下方中下方这个位置，应该是在隧道入口啊。过。我一出生是在储物间，然后我上来的时候。去上面做个任务，然后往下走的时候看到了修可爱和小温，好像是抱团的，他们两个在那里倒计时数 CD， 然后我就走了，我没有选择和他们在一起，然后我就往右边去了乌洞那边，然后往上拐的时候看到了三哥，这是我最后看到的人，我就是看到了修可爱、小温、珊珊还有妙顿的马老师，我的路线就是这样啊，别的信息没有，过了。OK， 修可爱发言，自把我出生的时候是跟小温一直抱团在一起的。然后那会是在那个前坛这个走廊这里，右手边是大魔，往下走的是包包，然后后面遇到了那个西恩和大强啊，我能保证我的视线范围内一直没有动手的就是小温哈，我和小温是一直都绑票的，然后我俩没有动到机会的，大强我不能保，因为他是后面来的，西恩他在做那个打地鼠的任务，我算他是个半个好人啊，过。好，这里是秀才发言。是不是不用盘了呀？就是赶紧让刁德一说话，因为他先不是说看见刁德一站在尸体上吗？他不是说那意思就是刁德一是不是想跳警长啊？对不对？而且就死了一个呀，对吧？我这个信息就我自己在做任务啊，然后我还遇见过郭那个叫谁来着？西恩呢？西恩还来句谁？我得没甩他，我得走了啊，过了。嗯，我跟西欧可爱的视角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是在想哈，就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放他一轮，因为他说他警长，我在想大魔平常他是比较信任刁德一，就按照大魔的玩法，他可能会告诉刁德一我是警长，然后如果刁德一是狼的话，把他当了穿着警长身份是吧？我说有这个可能性，30%、30%、30%对吧？那还是得听一下刁德一怎么说，其实我觉得可以放一放，因为有可能是真的狼被刀走了一个啊，过啊，听一下马老师怎么说，过。刁德一发言啊，全都在是一派胡言瞎盘啊！我来跟你们要说一下真实情况。我在开之前，我点了个准备，我就上厕所去了。回来之后，我的耳机还没戴，刚坐下就看到报警了。我旁边有一群人，然后地上有个鸡腿，是这么个情况。好，我现在先讲一下，我有身份，但是。我报肯定被拆，对吧？我报真的肯定被拆，我报假的，那你另外肯定要把我打死。我有身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是狼，我这么玩吗？我刀完人，就像西恩肯定想，哎，我是不是玩个狠心的玩法？这种玩法对于我，如果真的是狼来讲，我收一点在哪？啊，忽悠你们。我就上厕所去了啊，我到了，然后故意装回来，然后呢就把我打成一个好人，你们信吗？你们信吗？对不对？收益巨低吧，风险巨大吧。好，第二。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什么？肯定是我站在那边，然后有个狼过来把他刀了，刀完之后估计是看我上厕所不想刀我，对吧？肯定是你们其中一个狼刀完之后觉得，哎，看我刁德一上厕所去了，不忍心刀，
对吧？或者说刀完赶快跑，然后把章给我，就这两种逻辑嘛，对不对？绝对是这样的。好，那么我刚才听你们发言，首先秀凯和小温是一定不是没动这一刀，对吧？你秀凯说从出生就在一块，那么你落单的三三秀才包括朱大强都有可能，但孙悟空也说了小温，西恩的话大概率是没动那个刀的，也就是说在我视角就是你三三秀才加朱大强还有一个没发言的周周，你们里面肯定有一个在张我，对不对？肯定有个人在张我啊！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归票你们信不信呢？我没法归，那怎么办？投我吗？还是放弃一轮重新进？那在我视角我是好人啊，我肯定是要归的，我是要归这个秀才的，因为珊珊和周周没说话我没法归，如果给我归票啊，然后你后面人说一下过。马老师上厕所没有信息还故意拖投票时间这么久，发言时间都没多少了，不给我跟珊珊说话，猴哥都说了我出生就跟猴哥在一起，要刀我找刀了啊。我觉得马老师这个解释了这么多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可疑，好吧，反正在我的视角里我只认孙悟空，最后一点时间留给珊珊，麦克交给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狼队友，马老师的狼队友刀了王达摩，马老师去上厕所了？我的建议是我不打马老师，虽然他踩我了，我是一张外置位，但我身后有包包，我的建议是弃票，而且我告诉你们包包这张牌是放不了的，我在犄角旮旯里我看他做那个在学习室有点像做那个投石神明的那个任务啊，所以包包这张牌也是放不了，而且马老师刚才也没有聊包包这张牌，我觉得很怪啊。我的建议是先弃票过。哼，这个狼是谁啊？张我可以，关键还有人信。我的，我投的，非常捞，我投的，非常捞。你明知像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已知是个好人了，还要把好人给打死，多捞啊！这多捞啊，对不对嘛？这多捞啊！这时候还要把我一个明确的好人给打死，太捞了。感谢勤劳善良的插音，这个插秧。已知是个好人的情况下还要把一个好人给打死，太捞了。我信你是好人，哎，我问你，你听我说啊，刁德一的队友把刁德一给他脏死是吧？是这个意思，是这个逻辑。 No 不是、我的逻辑就是什么，你说有没有可能你确实去厕所回来了，我是去厕所旁边有个王大谋王大谋马老师回来了吗？对，然后你直接可有可能把他斩得讨伐，我把他斩了，然后故意装的就是才回来，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什么？你想嘛，你如果站在那里的话，好，有没有可能人就是他不敢刀啊？那我这么讲啊，我现在你们质疑我这一点，很说实话，如果我要是你秀才，我也会这么想。可你很有可能正好去回来，是啊，看到了，有哥他喊，然后你是狼，对不对？可以发言吗？我可以发言一个点吗？你说，就是刚刚我们报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到马老师说，哎，回来了，我感觉不像是，就是我回想一下，好像真是这样的，是演的，真是这样的，刻意这样演，就是你们自己判断吧，对吧？回来了，我这样这样，我跟丢的一走，如果我死了，就是丢的一 ，OK。我死了就秀才啊！我死了就秀才，我死了就秀才啊！哎、对，你死了就是我，做任务，我死了就你，做任务，做任务，等等，做任务，好了，滚票，滚票啊！你不会是替你也不敢吃我，吃我你跑不了。什么啊？你我觉得贴好言 ，OK， 对不对？没事嘛。你说你觉得你说我单走我有问题，这样的话我就跟你们对，是不是？哎，对不对？对，反正你我死了你肯定跑不了，对吧？哎对呀、啊，你把我看住是不是啊！我帮你，哎，你在这干嘛？稳稳的。你在这干嘛？我看朱大强的干什么？我说朱大强，我就说朱大强嘛。哦，在做任务。我看朱大强在干什么？赶快做投石、哎，做投石。OK， 我跟你，反正我死了就是你，我不管。对，你死了人，他们肯定把我打死了嘛，对吧？第一轮的行，没错，那你肯定死定。哎，没有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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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喂了个火腿肠，我没有食物，我没有食物。我没有、啊、有鸽子吧，鸽子要我就猴哥一定是鸽子，我不是鸽子啊，哎就完了，哎呀我都没见到他在贴我，对呀、啊、秀才哥什么时候见到我，什么时候给我贴上专业杀手，我已经没法出手了，我被看死了，这不把尿尿凉投出去，我特意在他脸上叨了一个，你为什么要招我队友啊，要招你的队友啊，这什么逻辑啊，我就想看你怎么玩，怎么解释是吧？对，怎么狡辩？对对对。